夾 band 組樂團從來都唔係一件容易嘅事，要花好多精神去排練同埋揾演出機會。但係好多人呢，因為冇 show 做就放棄啦。但係機會總係留俾有準備嘅人。堅尼地城市新樂團由四位年青音樂家組成，佢哋唔單止對音樂有熱誠啊，仲希望把握每次演出機會，用音樂觸動人心。 堅尼地城市新樂團由郭子健、張偉傑、黃晶怡同埋梁耀倫四位年青音樂家組成，佢哋各自都擁有豐富嘅演出經驗，參與過唔同樂團嘅演出，亦曾經同多位歌手合作。佢哋活躍嘅範疇仲包括樂團指揮同埋舞台劇添。 經典嘅旋律咧，真係百聽不厭啊！我自己咧都好喜歡呢一首歌曲喎。點解你哋會揀《似水流年》呢一首樂曲去開頭呢？因為首先我哋本身係都好中意玩流行音樂嘅，咁就我哋用古典嘅樂器去呈現流行音樂係我哋其中一個即係好中意做嘅事。咁梅艷芳本身咧都係香港樂壇一個好經典、好傳奇嘅人物啦，咁所以我哋就選咗佢呢一首。名作啦，咁你哋以呢一個樂團嘅形式去合作咧，其實都合作咗好耐噶啦。最近咧就改咗名，叫做堅尼地城市新樂團喎。點解會改咗呢一個名咧？係咪因為你哋堅尼地咧？咁好多朋友都會覺得堅尼地，你係咪想搞笑啊？咁其實主要就因為我哋真係喺堅尼地城度開始嘅。我哋喺堅尼地城裏面咧，其實有個 studio 咧係用嚟俾我哋排練咁樣嘅，而且咧另外有一個小提琴家咧，佢叫 Nigel Kennedy 咁佢一個玩一啲好另類音樂嘅小提琴家嚟嘅，咁我哋都好中意佢啦，因為我哋個樂團都係朝一啲比較特別啲嘅方向去做嘅，咁所以咁啱得咁巧，我哋就係叫堅尼地城市新樂團咁樣啦。咁啊，用一個四重奏嘅方式去演奏流行樂曲，係有啲咩特別咧？我哋可以點樣聽咧？四重奏咧就譬如我哋有個第一小提琴啦，多數嘅時候咧佢就會就主旋律啦。 即係話個歌聲唱嘅lines都會係由第一小提琴表現啦，咁同埋我哋通常聽流行歌咧，成日都話 bass part 啊嘛，咁 bass 咧就會交俾大提琴啦，咁而第二小提琴同埋中提琴呢兩件樂器咧就負責啲中間嘅聲部咧，將成個音樂嘅色彩咧填得滿滿嘅。嗯嗯，咁樣當初係去發展呢一個樂團咧，係咪由 Samuel 你去發起？
都唔可以話我發起嘅。其實我哋幾個咧係算係經常出嚟一齊合奏啊，或者我哋喺出邊嘅樂團啊，都會成日見面嘅。嗯，咁你哋本身同 Samuel 有熟唔熟嘅咧？平時成日都會食飯嘅，咁通常都係夾嘢同埋食飯啦，即係拉琴同食飯一定係分唔開。同 Samuel 其實都係一個好好嘅朋友啦，咁佢以前亦都係我嘅老師嚟嘅，咁所以其實佢都係我亦師亦友咁樣嚟嘅。咁你哋個個都同佢熟，我就同佢唔熟。其實我認識 Samuel 應該係最耐嘅，即係聽佢個名咧，應該大家彼此聽過大家個名咧，就係二十年前到啦，即係我哋比較細個嘅時候，但係我哋一齊有同台演出嘅機會，都已經超過十幾年嘅咯。咁頭先你提過啦，即係除咗演奏古典音樂之外咧，都會玩流行音樂。其實呢樣嘢又當初點樣開始呢？其實小提琴咧係本身係一種古典音樂嚟嘅，咁。小提琴佢大部分嘅樂曲，我哋由細到大學嘅樂曲咧，都係一啲古典音樂啦。咁而流行嘅音樂咧，基本上咧都係現代嘅人咧去編製出嚟啦。咁我覺得用一種比較即古典音樂嘅聲音咧，去呈現翻而家嘅流行音樂咧，咁其實有另一種獨特嘅風味。因為我自己拉 cello 啦，其實好多嘅編曲，即係佢嘅聲係比較特別啦、厚啦，同埋接近人聲，所以其實好多嘅編曲，即係流行曲嘅前奏都會用到 cello。咁嚟緊咧，你就會為我哋演奏一首相當之流行嘅流行曲啦。不如為我哋介紹一下。我哋嚟緊係會一首《聽海》啦，因為變成咗提琴嘅話咧，你就聽唔到歌詞。我哋聽流行歌咧，平日就好集中喺歌詞嗰度嘅。咁好似《聽海》咁樣咧，其實《聽海》你喺個前奏度會聽到，除咗一條旋律線啦，前奏嘅時候有個旋律線，跟住佢喺下邊嗰個其他嘅伴奏咧，其實佢係模仿緊一個海浪嗰個聲音嘅。咁啊，呢個可能我哋喺四重奏嘅時候就會更加清楚咁樣呈現到出嚟。而家咧，我就同 Eric 啦，同埋阿 Jayne 傾下偈啦。原來兩位咧都好中意玩運動喎。Jayne 你係中意玩咩運動咧？我由中學開始有打排球，跟住之後去到高中咧，就因為開始得翻好少時間，即係學業方面啦，同埋又要兼顧打波同埋拉琴。咁係咪真係有試過即係打排球同埋大提琴要二揀一呢個情況咧？
係因為到最尾真係要考 DSE 嘅時候，係真係冇時間。咁跟住我記得屋企人就要逼我揀一樣嘅。咁但係咧，我就真係兩樣都好中意。咁然後就有個老師同我講話其實你多啲嘢做，啲時間咧個 schedule 密集啲咧，你反而即係做嘢會efficient 啲，因為佢好想我繼續留喺度打波。咁然後最尾我咁樣同翻我媽咪講，咁佢就真係 OK 咯。咁 Eric 咧，你都好中意運動啊？咁我中學嘅時候就打羽毛球，咁去到後尾自己出嚟做嘢咧，咁啊識咗一啲朋友咧，佢哋就中意玩越野單車，咁我就迷上咗呢個運動。我係喺個山入邊嗰啲泥路，係咁啊衝落去咯。咁越野單車唔會都好容易整親咩？超容易整親，我都曾經整斷過兩隻手指。仲要是左手的，玩的時候就很開心的，跟住一整親之後咧，個腦就已經點算啊？得唔得噶？點算啊？即係會唔會好唔翻噶咁樣？咁其實受傷的期間咧，佢痛唔係真係好痛，不過個心裏邊嗰種煩惱是很大。咁跟住如果我都有想過，萬一佢真的好唔到咁點樣啊？咁可能真的拉不到琴。有機會，或者會變成一個拉琴好奇特的情況，可能會有一隻手指不用得啦咁樣嘅喎。咁我好驚，所以嗰陣時我喺治療的期間咧，我係好努力、好努力咁樣去做嗰啲物理治療啊，嗰啲仲勤力過我細個練琴嗰個感覺。哇！你一定要好翻啊，嗰個感覺。咁啊，嚟緊你哋會演奏一首相當之出名嘅流行曲啦，不如又同我哋介紹一下。嚟緊咧，我哋會拉菊花台嘅。咁我本身咧好中意去前奏嗰度係 cello 開始嘅，咁周杰倫係一個音樂才華超勁嘅流行歌手，依個就唔需要質疑噶啦。咁之後同埋因為佢係有少少古風味道嘅流行曲啦，因為佢用咗五聲音階嘅，但係我哋用依個 quartet 嘅組合嚟拉咧，我覺得係有令到比平時嘅流行曲有多啲火花。你都是非常之有經驗的演奏家啦，有冇啲有趣的演出經驗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咧？我是一個比較大頭黑碌嘢比較多的人嚟嘅，咁我通常演出咧，硬係會有啲嘢唔記得帶嘅鞋啦。通常我哋去到先換啦，我又會唔記得帶鞋喎，著咗波鞋咁樣。咁比較得意嘅就係，咁我如果著咗波鞋，咁點出場啊？因為我哋黑襪噶嘛，通常都係。咁佢咪唔著鞋出場啊嘛？咁啲朋友咧就會喺台下睇完 concert 之後問翻我：點解頭先你對腳
好似有啲奇怪咁，你係咪冇著鞋啊？嗯，因為我冇帶鞋，即係類似呢啲咁樣的。我都試過在酒店，即係準備好曬啲衫，跟住就去演出場地，咁就冇帶褲，結果冇帶褲。咁啊，韓國嗰邊誒後台工作人員就好熱心，太熱心，我覺得佢哋諗住揾啲黑布嘅包住咁樣就行出去，我死都唔走，即使都唔走。咁結果我就嗰場我冇出到，我哋去咗即係等下一場先演出。咁我翻曾經有一個樂團度表演啦，咁喺演出嘅時候咧，就個因為個風口咧個吹向嘅問題咧，就啱啱好吹正個譜架，咁樣咁而嗰陣時我哋啲譜咧就都係一張張咁樣咧，咁冇搭得好好咁樣啦。咁演出緊嘅時候咧，成張譜就吹走咗。咁我本身就諗住身手好好，就即刻徒手接翻份譜啦。點知咧嗰下就出現咗哈碌。拍走咗份譜飛咗落去，直情係嚟份譜跌咗落個台出邊，咁一齊冇譜睇同隔離嗰個。呢幾年咧都有疫情啊，相信大家都即係經歷過好多嘢啦，都有翻唔同嘅感受嘅，不如又逐個同我哋分享一下。我先啦，因為我本身除咗喺香港做可能一啲演出啊各方面，其實我疫情之前咧我係都有喺深圳嘅。咁我喺深圳都有兩個樂團係即係揾我去做樂手咁樣嘅，咁就疫情一嚟啦，跟住就冇咗啦，咁我已經兩年冇翻過去啦，咁啊都好想，即係其實佢哋都好一直都話，哎呀你幾時可以翻嚟啊？係我本身咧都係負責啲樂團行政嘅事務啦，咁好多時可能有啲 book 場地啊，一啲去同場地，可能有啲同文化中心啊等等嘅政府場地咧，都會有一啲去溝通咁樣啦。咁我哋都經常因為都要按住政府嘅規例去應變翻佢哋，例如可能有時會我要一啲吹管樂器嘅樂手，可能係要加一啲間板嘅，有啲場地可能要有二拉架嘅，咁等等唔同嘅嘢，甚至咧係最近即係可能疫情都越嚟越嚴重咁樣，咁都會去突然間閉館啊，咁你本身籌備好曬嘅演出咧，又要再去 postpone 咁樣咯，咁所以其實我哋都需要有更加好嘅應變能力去應對呢啲情況咯。咁啊，知道 Samuel 其實曾經係大病過一場啦，即音樂係咪有幫到你呢一樣嘢？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咁我最記得我係2015年年底嘅時候開始發現到，即身體唔係好妥啦。咁之後咧一路都係好多音樂界嘅朋友幫手啦，譬如音樂界好多朋友都係識一啲醫生嘅，咁就會介紹啲醫生去幫我啦。咁啊，另外我又好信中醫嘅針灸嘅，咁又會喺音樂嘅朋友上面，佢原來佢都係做中醫嘅，咁亦都幫我針灸啦。咁啊，亦都有好多朋友咧，佢幫我搞個籌款音樂會，因為我係腎病啊嘛，咁就要去洗腎嘅，因為洗腎喺香港嘅費用都幾高嘅。咁啊，佢幫我籌款啊，咁啊同我即係籌啲錢去當係medical expenses 咁樣咯，咁所以都體現到好多朋友嘅即係關懷咯。當你一有事嘅時候，佢就會出嚟幫你。仲有因為嗰個籌款音樂會咧係公開嘅，咁所以咧喺嗰件事咧，亦都睇到好多香港人即係對一個三唔識七嘅人咧有事咧，知道佢哋熱心，佢都會幫你咁樣。所以我喺度睇到好多好温暖嘅嘢咯，即係我哋香港人好好嘅。嘅性格咯，嚟緊咧，你哋又會合作一首非常之出名嘅電影樂曲啦，不如同我哋講解一下呢首歌咧，係特別可以顯示到我哋每個人都有一個機會可以顯示到自己嗰個做主角啦，跟住去同其他另外三位嘅一個即係磨合啦，咁樣嘅一個配搭啦，咁樣。今日多謝曬Kennedy城市新樂團，而家一齊聽下佢哋嘅演奏啊！